咱俩好像还真是好久没有这么在街上走一走了，还挺舒服的。是啊，因为都忙着吵架了呀。不要说对不起，因为我不想说没关系。怎么了？好久没有骑自行车了。 接到梦境给我电话，说在法国的假期快结束了。嗯，我知道，还有一个星期吗？我这每天啊，都是一天一天数着过来的。我说你别这样嘛，我只不过是去读个书而已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你还有一个学期呢。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，而且如果放假的话，我可以回来看你，你也可以飞过去看我呀。 巴黎很近的，而且现在通讯这么方面，你可以随时给我发微信啊、打视频啊，我保证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一定出现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就是舍不得你走，我也舍不得你嘛。快吃吧，你不都饿了吗？那你不生气哦？嗯。
下，陈老师，我敬你一杯。请稍等，我把这个。不是，我真的敬你一杯。我余下，你听我说，我余下来到这个公司就是你教我那么多知识。你站着我喝不了。好好，坐吧，坐。好嘞。啊，兄弟，谢谢余校长教我那么多。到你了，莫非。我敬你。敬你。我今天跟你说的是真心的感谢。好吧，你别抢我的。你要拿出那种认真学习的劲头。知道我有时候太随便了。不是随便，做服装设计就是做艺术。老婆，我敬你一杯。我敬你一个毛肚。不要。慢点。好。这个都没熟好吗，大哥？熟了，我保证熟了。啊？肯定熟了。保证熟了，烧了20分钟，怎么还没熟呢？要不要我喂你吃啊？谢谢你，就你那爪子算了。敬你一杯。哎。啊？大家敬我。好像声音太大了，稍微。今天唐总难得跟我们欢聚一堂，你们大家敬一下唐总。敬唐总。是莫非要走了，你们应该敬他。敬莫非。那敬莫非。来，唐总一起吧。来吧。谢谢唐总。谢谢大家。那莫非，你是不是代表我们大家跟唐总说点什么？感谢唐总来我的欢送会。不行，这太简单了，谁要听这个呀？就是啊，你这都要出国了，要说点煽情的。最起码要表达一下离别之情。哎呀，这又不是什么离别，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，我们随时可以见面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你会经常来看我，对不对？会。打勾。加油！从这个盘面上看呀，公司的股价已经企稳回升了，而且一直有大单进入，应该是机构看好我们明远集团。股票不就是有人买有人卖吗？买明远的股票能赚钱呗。是啊。咱们大秀结束了以后啊，商场还有电商反响都不错。嗯。啊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开心的玩。喂。就是，涨你也担心，不涨你也担心，嗯，得病的。好好，不看了。老夏今天还跟我约了一场球，有没有时间啊？一起去。我不去了吧，公司的事儿今天比较多。嗯，好。跟你夏叔叔还是要搞好关系的。哎，话说回来，雪玲很久没来我家吃饭了。干嘛呀？你噎着了。孩子刚才说了，公司的事情比较多，他没时间。他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处理，你就别替他操那个心了。我是他妈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天底下哪个妈对孩子的终身大事不操心呢？像你这样，不管不问不听的。他说过他有女朋友。我承认了吗？妈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娶两个？对。你同意吗？嘿，你敢！您慢车，我上班了。哎，你包子还没吃完呢。我不吃了吧，吃饱。拜拜，妈。嗯。臭小子。早饭又吃了一半，都是你闹的。什么叫我闹的呀？嗯。最近海耀那边
有什么动向？听说他们因为衣服质量的问题，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。这是咱们最好的时机啊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咱们跟他们的账也该算算了。进来。向哥，这是你让我找律师起草的文件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先去忙了。徐玲，你看一下。要有什么事你去忙啊。没什么重要的事儿。除了工作以外，你的生活也很重要。去吧。